今天你老爸来大山里面，我们去拔点萝卜回去做腌菜。这个田里面好多的萝卜还有长豆，把它拔出来。哇，太大了，再拔一个小一点的。不要冲点大的，应该是这个。这是长豆，然后这是刚刚拔的萝卜，背回去做腌菜，抱着回家了，走了。老爸背着他的萝卜走了，那里就是我们的村子了，回去了，走了。已经到家了，我们开始洗这个萝卜，把它洗干净就可以煎了。用这个刷，这么咸的你瞧。老爸今天亲自腌腌菜。这得盼望路哎，放点盐进去。老婆来倒锅，放点辣椒进去。啊，香好棒！拌一拌。把它腌制进去，腌满了，满满的一罐。这5天就可以开吃了，已经腌制满了。